港府透过关爱基金向未住满七年的新来港人士派发6000元，最快11月有钱落袋。不过不是个个新移民都有得攞，按首季入息中位数，单身人士月入少于6500元，二人家庭月入少于14600元，三人家庭月入少于20000元，六人或以上家庭月入少于37300元，或者是正申领援助服务的都符合资格，预计有大约200000人受惠。关爱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志光说，今次派钱整笔费用包括行政费达到15亿元，稍后交予立法会审批拨款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郭永思报道。